女孩们，我跟你们说，噔噔噔噔，你看我手上的这个，这个是 Berry and Vanilla， 这个是 Apple and Almond。我现在这样摸就觉得很香，我要给你们示范了。它有它这个哈，我一个个来讲，它有两只东西的，而且这个月呢，它只有19块来购买。那如果你想要知道，你当然可以问我更多啦，真的很值得给你们看哦。首先它是这样子的，它就是这是 shower gel 我还没开，刚刚才收到这个呢，就是body lotion， 然后你可以来擦，而且它是200ml 的，200ml 蛮大个的。然后它的这一个包装呢，非常的用心，因为是完全提倡环保的，所以这个你会看到它比较小个哦，所以这个是很用心，而且。摸下去的那个质感呢，都是那种很容易可以环保的那个 material， 所以在这里呢，真的是要大大表扬公司，因为它真的做得很棒了，在 Go Green 这一块。OK， 好，我今天来给大家示范这个味道，其实我也是第一次，很香，你看，然后呢，它按出来的感觉 ，Oh my god， 啊，好喜欢。OK， 它是这样的 ，OK， 然后它的那个感觉哦，就是会，推开很水润，我超喜欢。然后哦，它整个就是很饱满的 feel， 你看，看到吗？它在这一块，然后摸下去了，整个皮肤都会滑滑嫩嫩的，所以我很喜欢呢。就是Mary Kay 每次它有出的这一些 body lotion， 而且重点哦，这一个都是限量版的哦，两只都是限量版的，所以只有这一个月呢，就是2021年的9月份才会有的。OK， 那第二支我为大家示范就是这个紫色的 Berry and Vanilla， 它的味道呢，哦，我刚刚忘记说，这一个Apple 的味道哦，它是比较像是那种好像很 fresh， 然后很青春，然后清甜的那种感觉，很少女系，因为它是有 Apple and Almond， 然后它不会太过的很像恶心或者是很刺鼻，但是就是一个一闻起来就整个人很放松，然后那个味道是很持久的。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示范的就是这个 Vanilla and Berry and Vanilla 的，那它的 texture 也是这样一样的，然后我擦一擦，如果要比起来，我现在这样一边擦一边闻，这个 Berry and Vanilla 呢，我觉得会是大众比较喜欢清淡的人会喜欢的，比较喜欢清淡的人，就是说它会比较很像，不会太过重味。如果说两个的味道比较容易，就是一闻就闻到了，其实就是这一支，就是我的 Apple and Almond 的这一个会比较重味道。那如果喜欢味道很重，可以很久或者一闻就有的话，那你会喜欢这一支。那如果说你喜欢比较清淡，然后比较好像淡淡的一种清香味呢，你会比较喜欢这个Berry and Vanilla 因为它里面它其实。成分就很简单，然后它也是这边写好它的果的味道或者一些 ingredient。 那主要我今天呢，就是我是要够给大家知道有一个更好的概念，它的感觉是怎么样的。讲真的，一支19块哪里来，所以真的有的选的话，而且它我怕它会很快断货，所以呢真的要快点抢哦。这两支哦，它就完全不一样，如果你想要两种或者不同心情用不同的味道呢，相信你们都可以用两个来拿哦，因为它真的很值得。这个只是 lotion， 那如果你想想了，经常 shower gel 整个冲凉的时候出来那个感觉，然后在皮肤每一寸皮肤都好香好香哦，所以呢大家记得就是要快点去抢购咯。